渣男。哎，你看到那边那个买零食那小姐姐没？长得还可以吧？哎，我给你赌，她肯定喜欢打乒乓球，你信不信？不信我带你上去问问啊，走。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你是不是很喜欢打乒乓球啊？嗯。我看你穿这个鞋好像，这香油鞋。对。我正好跟我那个朋友打赌。你也打乒乓球吗？对对对，我也喜欢打，对。我平时业余打一打。看你长得挺漂亮。那个，你现在忙吗？逛超市。那待会儿逛完之后能不能？麻烦你一下，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们正好在那个录个节目，然后就想找您打打乒乓球，你看行吗？就是做个节目，你看可以吗？在附近啊，对，我附近就找个球馆就行，你看行吗？行吧。那太感谢你了啊！没有，行，那咱们一会儿过一下啊，你先买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会所里面好像有乒乓球馆，那你去看看吧，走。啊，这边挺大啊。我问一下，那个球馆在几楼？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那个乒乓球馆是在几楼？三楼是吗？我水平不行，一会儿你得教教我稍微。但我很喜欢打。我也很喜欢打。啊，没事，你别嫌弃我球差就行。没关系，帅哥我都喜欢。行。啊，这里。哎，所以你今年多大了？22。啊，还单身吗？单身。这么说，我有点机会呗。哎，你好。我想看张台子行吗？有没有那种 VIP 室，就是比较私密的那种，有吗？有，里面。哦，里面有间。那帮我开一段时间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咱在这练会儿呗，这还比较安静一点。哎，小姐姐，我看你这个打得不错呀，你打多少年了？你一般喜欢出去打比赛吗？哎，要我那个给你打两局，你看行吗？行。啊。哇。哇。哇。有。哎，哇，飘！是吧？哎，小姐姐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点机会，你信不信我能翻盘？那我要能翻盘的话，你看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？一个小要求。就是我说了，你不一定能答应。确实，现在我下风，就我赢了，你能不能就亲我脸一下？你看行？你先赢我再说吧，能赢我啥也行。不好意思，我来。今天确实运气有点好。我感觉你是不是在套路我？不是，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我第一次打那么好，我也没想到。刚刚答应我那些事儿，要不咱那个，要不你来吧，我就那个，我闭眼睛了，你来吧。渣男，别笑。